欸，完了，那最后一个是都不要理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有一个正面能量一点的结局啊，一定是什么事都不要管啊，就有正面能量的解决。点点点，刚才叔叔生气了，哎呀，对哈，一直呛叔叔。好像是三个结局吧，我记得。哎，房间出现，我房间都没有哎、欸。然后带着熊宝宝睡觉会有 CG， 可是我都没有看到。那可能是一开始就要吧。等一下。对啊，可是我好像那好像一开始，好像睡过一天之后就不会出现了，我都没有出现到。都不要理他好了。那我现在不知道选到底要这边是两个选项嘛，因为那边是三个，我还想说应该比较好猜，可是这边两个我就不知道怎么选了。这样两个到底应该一半一半好了。需不需要伙伴啊？啊，不需要好了，一个上一个下好了。我是说选项，我不是说我跟那个小兔，我是说对不起，没事，不要理我。当没这回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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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叔叔没敲门，你就去门口呛人家干什么？啊？刚刚是不要嘛，那现在就信任好了。还是剩下一个结局，要拼命睡，拼命睡，拼命睡，拼命睡呢？这种也有可能啊。哦哦，不一样了，叔叔，您知道吗？其实从以前就都一直很喜欢您啊！终于，我等这个结局等好久了，这是叔叔的大胜利。不计上哦，大秀哩！其实这次可以来到叔叔家寄住，我真的感觉好幸福。叔叔，您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其实也有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吗？叔叔当然记得了。叔叔的大胜利。提问：有一只孤单的小兔子。有想活着吗？想吧，这次想好了。啊，那是叔叔的大胜利啊！继续不要理他。叔叔，您是不是有什么想看我说呢？您难道也知道我的心意吗？小时候听到叔叔要结婚的时候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啊，再又不对了，哭了。看来他真的是很难过，所以再都不小心写错了，哭了一整天呢。啊，没关系，叔叔马上也可以让你，我是说开心一整天啊，因为我们一起去打麻将啊，开心的打麻将。哎，叔叔不理我了啊！叔叔一定去做准备了。
我是说买个机票的准备啊。海安，完了，这男朋友真的太可怜了。叔叔的大胜利，我记上白修理。没问题，我有叔叔站在我身边，可以的。你已经没有用了，我已经有叔叔了。啊，小兔都已经是叔叔的型啊，没有，叔叔也对我有感觉吗？糟了糟了，我真的好开心，无雷西，诶，门开了，你想想看，身为一个叔叔。我打开门就看到自己的侄女穿成这样迎接你，是不是？身为一个叔叔，啊，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侄女这样子的失望呢？今日上午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自杀案，一名长相清秀的少年在上午10点左右。于中央大街以随身携带的美工刀，当众划开自己的脖子。路过群众见状，当场送医，但因失血过多，经抢救后依然宣告不治。警方搜索少年的住处，发现许多留有文字的信纸。少年崩溃了，少年崩溃去自杀了。已经收到 DVD 了，也在少年的电脑和手机发现许多未发送的讯息，其内容皆为大量重复的“小兔，我好喜欢你，为什么不理我”啊。因此，警方初步判定单纯因情而自杀，但不排除其他可能性。愚蠢的少年呐、啊，你还太年轻了，真的太玻璃了。只要和叔叔在一起，别的事情都不重要了。亚当，还吃着饭团，多么温馨的画面呢、啊！啊，跟叔叔一起看夜景呢。啊，跟叔叔一起开车旅游，顺便吃着棒棒糖呢。啊，还帮叔叔打领带。啊，还抱着熊宝宝。我和叔叔告白了，可是叔叔并没有给我回应。我的心情，哈，没有回应啊，刚刚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心情就像那死寂的八月一样。反正我大概永远都只会被当做小孩子看，叔叔永远都不会在意我的。不是啊，刚刚那么温馨，为什么现在那么难过呢？叔叔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啦，叔叔。